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这里就是和市局合作的康复中心，你在这好好调养，放松心情。嗯。你还需要什么生活用品跟我讲，我去给你买。好。几层？三层。嗯。王斌呢？他不在家呀？咋了？搜查令，我们怀疑他跟白家案有关。抓我是因为我发现了你，我不是你的目标。你是警察。